我们现在来参加的是雪地健行，然后要先换上这个，它是防水用的鞋套，但是好难穿哦。接下来还要穿这个。这个超难走路的呀。太难了，又很累赘啊，很阻碍走路啊。我还得多抬这个重量哎。哎，不穿它，你就陷进雪里啊。But danger. But Rita.不能倒退走，你要回头要转 U turn。頑張れ！这是 hooks 的脚印。我们看到了啄木鸟的洞穴。これも熊切らがやった。这个可爱的小脚印是北海道松鼠的。Like a you have a picture? Oh, so cute! Making snow angel! Making snow angel! Snow angel! Shake a hand! Shake a hand! Shake a hand!我们的雪天使的形状很可爱，哎，你的怎么？你的比较清楚。你的怎么那么浅？啊，我比较重啦。哎，你看起来好干净哦，我擦两倍了。哦，天哪！哦，手好冰。这是小兔子这样跳跳跳上去的脚印。兔子只有在清晨跟夜晚的时候会出来。ウサギ食べちゃうんですよ。这都是啄木鸟做的洞哎。Shake a hand, shake a hand, yeah, shake a hand. I love Hokkaido. 可爱的小鸟，三只好一只。没有一只比较白的，那不怕人哎。这里是他的家。すごい景観。那原来这棵树上这么多鸟。走一半的路了，他刚说一半好像是1.7公里，不晓得哎，哎他要点火来，他的主在上面有喷水，就已经到出口了，已经11点多了，到几点？不知道，可能十二点左右。OK， 太烫了，拿去冷却一下。这是5年前台风来的时候，把树吹倒了，好像是一个很大棵树。你的鼻子都红了，走不动啊！猫头鹰在睡觉，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其实看不太清楚，有看到吗？你先用肉眼看一下大概的方位，我知道在哪里。然后在视野里面找到那一根树干，上面有白雪的那个树干。我知道，那我看到猫头鹰了吗？有。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都不动了，因为真的假的。很可爱吧？可爱，就一直都是这样啊。什么啦？猫头鹰就是这样啊。收音收不到，终于到了！你帮我打字幕啊，怎么这么狼狈？一是超级轻松，十是累到快死掉。现在是几分？八好了。八这么多哦？对啊，所以你那个纽西兰那个不知道是多少公里？不知道，等一下查一下。主要是哪里累？我就喘。很严重哦。我们来到这家汤咖喱店，刚在饭店有睡了2个小时了，有点异国风味，很香，很香哦。好啦，
很好吃，对。难得一吃完就想要再访店。现在外面下大雪，我们要包紧紧的，赶快送回饭店。对，好，加油。雪下好大啊、哦！我们还没有在雪厌倦呢。没有，还好风没有很大，风很大就会很冷。好美哦。对呀、啊。甜甜圈外送，大人味里面有包巧克力，还有个樱花口味，也是樱花口味，但是里面有包馅的。虽然很小，可是还蛮精致的吧？你有拿这个吗？没有，那是什么？放一点高丽菜跟马铃薯，然后他会把那个 cheese 淋上去。我们现在离开 Kioperia 了、就是一个高 CP 值的。看一下那个火炉。一碗多少钱啊？没有的2700，有早餐的3000。哦，那很便宜啊。对啊，然后又很新。幸好我们的行李箱不会太重，就当负重训练吧。真是种子啊、跟雪放在一起就很可爱。对植物懂不够多。这间饭店是可以从 JR 站的地下街直接坐电梯上来的。刚刚会走地上层，纯粹是觉得直线距离比较近。这摆得太夸张的美了吧！这个大虾，果然是古老的大饭店。竟然还是用钥匙。哎，他说要这样，然后一看，看起来还可以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古老，而且还算大，23平方公尺的。除了汤咖喱跟泡芙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刚刚有看到什么？好像没有看到什么。就甜点啊，便当啊，熟食啊，炸虾、广岛烧。广岛烧我们一起去。炸虾、炸肉饼、唐扬鸡、面包。外送员要出发了，外送来了。好，开箱一下刚刚的咖喱店。好，等了25分钟，真是。哎，20种蔬菜，这里有20种吗？每种一点嘛，你等下算一下，下面还有东西哦，是这样两层的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可是这个真的是比较日式，味道一闻就是了。对，不是昨天那种。对，昨天那个我觉得，哎呀，优了。好，去外带给你了。那你给我那个汤匙，看一下这3款。这是用盖子夹鲜奶油的。好好吃，太棒了！这个番茄味果然是日式，对。这应该主要是要吃它的面包的香，因为它面包很厚 ，Q 酥的面包。那就必须要有一些不一样啊！你还会买几个啊？最后这个是最多人推的哦，真的叫不思议吗？还是梦不思议？好，什么不思议？好，不可思议的思议、的不思议。马德里不思议的不思议，你知道马德里不思议吗？不知道。哦，那什么？那是蔡依林的歌。哦。外面是酥皮啦，里面比较像是鲜奶卡士达酱。